20个管理层还得干，第一句话，20个新闻部总还得干，<笑>所以呢，我就是回来，因为前一阵我又10多天没在香港，回来听说一些事情，我就说啊，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啊，有一些争论啊，不同意见啊，这个是很正常。任何力量阻挡不住。 亚视的改革，任何力量阻挡不住亚视的复兴。王曾其后由后门登上座驾离开亚视，冇回应记者嘅提问。